啊，一会儿是三个人的群口相声啊，站这边这个猥琐大叔啊，中间这是弱智啊，弱智走，最那边那个未成年啊，三个人。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什么来着？八马褂表演者郭强、李丁、林涛，掌声有请。你让不让说话了？这回我们三个人给你演一个，换一种表演形式。三个人群口啊，不能乱，一乱了，您就听不清楚了。但是三个人要是其他两个人不说的话，也挺尴尬。就是您说句话。哎，真是未成年，你看着吧。咱仨说一个。对对对。还有三个。等会儿，闭嘴，你过来。不，怎么了？这不欺负孩子吗？咱们俩人台，你不说好了吗？就是咱俩的。不是，那他上来了。什么时候？我看见了吗？也大了个儿，矮点儿。你这挡着我，这就上来了。不是你什么，你就自己就上来。你什么就低个？哎，你姓比吗？你就低个上。你不是你有亲属团建？咱说点和谐的事儿。不是我这就是你等啊！你干嘛呀？还嚷嚷呢？上说好了，咱俩一块儿上，对不对？那，你这样我不管，你跟他说，上去。去呀，你去。那个，咱仨说嘛。确实是那个，啊、确实是答应人家了，答应人家了。要不然您下去，我下干嘛下去？他说你，说你不会说相声，说你不会演，你不会演，你要下去。我不会演，我还不会演。不是，我给你演一个，我演一个，起，好嘞，好嘞，怒，哎啊啊，乐，哈哈哈，我不会演。我不会演，您太会演了，我觉得我们俩这有点碍事儿。您自己演，我先下去。不是，你不能下去。今天啊，要不咱仨说一个，要不然让他下去。不是，等着，等你。不是，那要不然就是什么意思？那用你下去，我下去。凭什么下去？你这人你说话不算数。不是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你跟家大人跟你爸爸说话，全是什么算数啊？怎么给我您那舔？哦，舔不舔单说啊？好比啊，不光是会说相声的，这人性也不行。你平时啊，前台后台，所有人指你弱智，哎，我说过吗？我说过吗？肯定说挺开心的呀。是，就算我说了，嗯，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吗？你怎么想的？你不是，哦，你比他们智商啊，差不多吧？反正行了，差不多啊，这俩都一样。所以说，你得跟我们看，他那么个儿，你小心眼得了。不是，那你跟他大一块儿，反正你个儿大矮吗？跟我说啊，不是，那这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能不见低头见吗？我看见不拍片子，是不是这意思？对对，这你我多余的呗。你们俩一直是搭档啊，原来那个原本夫妻，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好朋友，那就你们来。不是，这里就没我了。哎，你肯定我下去脱衣裳，我走。别走啊！我哎，别我跟他聊了。啊，哈哈哈哈，这你脑袋给他俩，别动手，说。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们俩是搭档啊！今天带着你一块上来说一个，我说，不是你要说，是不是就我们俩说的？不是，那不行啊！那不行啊！说相声我都上来了，啊、我都鞠完躬了，我不能丧大眼再下去。您这是鞠躬啊？您这鞠躬行？你甭吃啊！你要说什么？不是。我你怎么不行了、啊、要不他说一个不是说不了说不了你们俩挺好的你不是也站这儿了吗这位置不也合适了吗不是你等我走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宝贝儿我走了你别走你别再见别哎你干嘛你是不是这意思啊以后就不来大豆说相声了不来以后不干这行了以后再也不登台了你别记住啊我不干这行了不登台了永远不来大豆来都不来了看见我把钥匙给我哎不是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哪儿都没有激情啊！你好家伙，你干嘛呀、啊？你上来还地上你，你给我
回事儿？这是不是不是怎么回事？他拿我车钥匙。拿拿你什么？他拿我车钥匙。我问问你啊，你别急，我问问。给我，长哥啊，那个你车钥匙身上有吗？车钥匙，车钥匙。你说谁啊？谁的？这是他的。他的你给他呀？你给不不不不不不就不他的不能给他的，你干嘛不给人家？你给他，他开着车出去，他撞了。你管他，人把车砸了，跟你有什么关系？给人，你听我这么说啊，反正这车钥匙不是在他手里借的。不是，你甭管在谁手里借他的车，他的车你给人家，天经地义。不，就这么跟你说，我开他这车我可不白开。他给你钱了？没，不是你给他利息了？给我的钱？给我利息了吗？没有。可是啊，这车有来龙去脉，我开他这车啊，虽然不给他钱，但是比给他钱还好呢，对不对？不是，你说，你具体说怎么回事？这么回事儿，那天我呀，埃塞俄比亚来有朋友，逃荒来了。我说哎，怕你跑了吧？行，来一个朋友逃荒来了，我不行啊，我骑自行车，我接人家不好看也。逃荒的话就无所谓。我没车，我怎么办？我也蹲了，太火了。我就上后台看那个节目演出表，我一看，哎，林涛这天演出，不在家啊，他媳妇在家，我就去了。那个当时有点乱，人家不在家，你去人家干嘛呀？不是你不知道，这钱啊，是跟他媳妇打的呢，好说话，好借，哎，对，明白了。到那儿啪啪啪一上门，媳妇儿帮一开门，哎呦，大哥，怎么是你啊？我说老梅来了，我说是老梅来，最近挺忙的，我说有点事儿，我这个。我买的，来一个朋友呢，我得开车接他去啊！我把你那个丈夫的那个车开走，对吧？接一个朋友去，借车呗。他媳妇儿把这个钥匙给我拿上放手里了啊，就拉着我手就说：“德哥，这车呀，你能开走，这没问题。”不是，但是呢，不是你得等会儿啊，不是你等会儿，你等啊，不是你看小朋友那外套什么颜色？那个就这么乱吗？您这个关系不是。你进屋里，说，我说弟妹，别这样，我不能老犯错。不宴会都不行啊！管人家借车，碍着脸面，这就等于犯错误了，对不对？哦，这意思。后来他媳妇儿跟我说呀，说我们家林涛啊，出去这个嘴啊管不住啊，说话招三不招两，出去老跟人吹牛，说点什么大话，人家呢揭穿去了，一挤着他的脸，管不住了，这孩子小心眼子，回来跟我闹别扭来。你说回他也跟我闹别扭，我们俩就生气。您啊，老跟人一块演出，出去的时候，他说话再招三不招两，你替他往回说说，撒个什么谎，吹个什么牛，您帮他走回圆圆。这么着，我开他这车，我不白开，明白我意思了吗？这么回事儿，还真是不白开。帮我打个，我跟他说说，跟他说说，不白开，说说。领导，他来自荐了吗？你人确实是说了，人帮你忙了。帮什么？你人确实有个毛病，爱说假话，满嘴跑舌头。这我也知道，是吧？人家你在外边吹完牛，人家帮你圆回来，人家给你圆圆。五天之后夜十二点我就睡了，那就中午十二点，这孩子过来还得蹭我顿饭，不是？那你说几点？九点，早上九点，走八点，八点半，八点二十五，八点二十三。
8:22，8:21。我说一分钟你就别再闹腾了，就行了。我做主，8:30就8:30啊，8:30了。八点半，你就在那待着，你不许走，你赶紧啊，聊会儿，北京站还拉座儿，聊会儿。今天开的比亚迪，他说的都是假话啊。这什么车呀？好车啊，Mini真美。咱们就是小面子那个。这是干出车瘾的事啊！是啊，我说话从来不明商不道，没错。我口若悬河，没有。对，我这人什么呀？怎么样？我有点文化，读过几年书啊，家里也挺有钱的，是，就爱出去，我广交朋友嘛。好啊，出去爱跟人聊天啊，聊着呢，我文化高啊，说的他听不懂啊，听不懂呢，我那宝宝就别跟他聊了。他们这几位啊，就以为我不懂。就以为把我砍住了，其实没有，我爱跟人聊天，是啊，平常交朋友，钱也不用，对，啊，有钱就交朋友呗，啊，平常这交朋友花不完，啊，花不完怎么办呢？你家有钱？有钱呀，哦，有钱，好，投资，哦，投资买房了，买房，比较热门了，现在是什么方式投资？那个别墅，对，别墅，买别墅，买别墅，好，投资别墅，2000万的别墅，哇。别人买房怎么交费啊？怎么办？刷个卡，没错啊，写个支票，也就这样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您呢？现金支付，2000万，您拿现金支付，把钱都装麻袋里了，跟圣诞老人似的买房去了。到售楼处啊，啪，把钱揣起，买房，哇，开发票啊，走文具，走。你等会儿，快点！2000万的文具，用哪辈子去？好棒！买完这房啊，不住，干嘛？投资嘛。那住哪儿啊？在北京住四合院。我这么讲究？不是杂院啊，四合院正正经经四合院。对，四合院分进，没错，多出一进就多一个院。是这个，咱这不是一进两进，您那是18进。还是限制级的四合院。四合院，石老板，您进得去吗？我当然能进。您是我的房子，对啊。但是说啊，我买房子18进的院子也花不完，怎么办？啊，吃不完，喝不完，送我老家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啊！怎么办？找人帮我花钱。哦，外头我不放心，找自己人。自己人有钱吗？兄弟姐妹啊，不能兄弟姐妹。娶媳妇，娶媳妇，你忘了吧？我去年一年我娶12个，娶多少？12个媳妇了。哎呦，那12个媳妇儿漂亮，一个比一个漂亮。下，你娶12个媳妇？12个媳妇就没人管你？没人管。警察到我们家查水表的时候，就是叫警察。查户口的时候还说呢，哎呦林涛你可得，你赚大便宜了，12个媳妇一个比一个漂亮，太羡慕了，没人管，就是查水表的这，没人管，您这话我能信吗？你不信？我不信呀，这事有人知道，谁知道？他就知道，你去问，我问他，跟你等会儿问。那个强哥，强哥，他那个钥匙啊，对，我跟他媳妇儿说的，我知道，这一夜翻过去了，崭新的一夜开始。您说，您说，没有办法，您说，这个就有这么一人呀，啊，他娶了12个媳妇儿，等会儿，我说12个，对，你这智商，不是智商就打开调整。又冲我来了，你疯了吧？娶十二个，这个不可能，胡说八道！来，把钥匙给我，不，我去年我娶12个媳妇这事你不知道？你看，是吧？我娶12个媳妇这事你不知道？娶12个媳妇这事他说的，没有吧？有，这车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就娶12个媳妇吗？对，他说的是有这事。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哎，我跟你说，也解释一下，这12个媳妇儿她是这样，她在合情里，啊，这是在合情里啊，这12个媳妇儿她是去年啊，去年1月1号那天，认识一姑娘，跟人说，呀，我有钱，你跟我结婚吧，然后领证去了，到月底她不喜欢人家了，离了。2月1号呢，又碰见一个，约你又离了。3月1号，哎，又看你喜欢的，又约了。到月底不喜欢又离了，
以此类推啊，每月一号他准结回婚，每月月底准离回婚，这么着一年娶了12个媳妇儿，反正累点啊没关系，他身体好。我说你找着对象了啊？都明白了，明白了吧？就是说你啊，月初结，月底离，哎，一年下来总共12个。不是，听错了。我告诉你啊，我说去年年初一次性娶了12个。12个媳妇儿，一次性娶了12个，一次性娶了12个。我来问问，我来问问那个强哥，哎，那个听错了，人家是一次性娶了12个，一波的，两个，一次性娶了，对，一次性，你得解释一下，还不是结了婚，对对对，离的，不是啊，不是啊，快点说一下，我给你想想啊，对对对，这是在。去年的1月份，一个你回来，走哪去？你还想说清楚了？我得说清楚，必须得说清楚了。对对对，这不娶就娶12个媳妇吗？他就是他有钱啊，对对对，他有钱他得花呀，是啊，他花是没点花是找人帮着花呀。媳妇儿也想，媳妇儿我没想呢，就他那个媳妇儿，他是这我就叫媳妇儿哦，我就问明白了。没，有了，宝贝儿，有了。哎，你看啊，说啊，这是媳妇，这媳妇这样啊，对，这个每到每年的年底的时候，大家伙都喜欢互赠一点礼品啊，是是是，串个门啊，拎个东西啊，对不对？啊，我从这个日本啊带回很多这个好玩意儿的哦，他就上我们家去了，他这一看，我得挑两样啊，我那有一大本挂历。什么日本啊，什么什么一本道啊，什么什么东京热呀、啊，我都听过破鸟啊，什么就反正这公司出的吧啊，里头啊片儿片儿的大美妞，哇，好看，哎呀，大姑娘，大个，类似于那样吧，挺形象的，就类似于那样啊，他喜欢这给我吧，这个我得着吧，他就拿回家去了。拿回家一看，哎呦，这片片都那么好看，你说这帮姑娘那么好看，你这都是我媳妇儿该多好啊、哦、你可听明白了吗？都是他媳妇儿可多好啊，一年有多少个？12个，一年有12个月，对对，一个月成一篇啊、一本挂历正好是12个女的，他拿这12个女的当他的媳妇儿，不就等于他一年一下娶了12个媳妇儿吗？这有趣味性了，家伙，你这就这么回事是吧？大家那就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明白了。你过来啊！是这次，这次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做，宝贝儿。你别这啊！你这是云山雾水，你又来了，你这不是？我说话不爱抄劲儿，你抄劲儿，我绕脖子远去，我说的挺好，好说的挺好。亏您说12个媳妇儿，您给我弄2点塑料老妈子，接我死台上吧。我有病了，我差不多得了。你看啊，我表现那么杰出。钥匙，这车，这车借你开2年。哦，开3年啊，开3年，3年就3年，三年，开3年，这个养路费用太贵。我报，你报，我给你报了，你真好，快走吧，那不能走，不能走，走吧，我去吃饭，你知道我聊天儿，再聊一会儿，国家不禁令这个个儿不高啊，不禁令这法律上不禁啊，赌博不玩牌，玩什么赌马，上澳门赌马去，赌马我赌了一段时间也烦了啊，不行了，不能赌，干嘛？养马，哦，养马，哎呀，去香港骑自行车，去香港骑自行车去香港，怎么了？这死半道呢？什么意思？累死了，太远了，这个。沿途可以看一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吗？这个情趣啊！到香港那地儿太好了，香港好。那地方那家具啊特别的好，然后买肉饼还送粥，香河，那是香河。我怎么骑自行车去啊？去香港得路过香河，第一站嘛，到那儿办个自行车，买机票飞香港。
从江河坐飞机走。江河机场便宜，我到了香港那快马场啊，愉快的那种场是跑第一个的那个大白马。嚯嚯，我一跑了，你猜多少钱？多少钱？600万。六百万，六百万，这买多少棒子呀？这个买马，买马，600万啊！我给他800万啊，剩15块钱不用找了，对不对？没长头这个，三哥开发票啊，斗文具，那就2800万的文具了啊！哪儿报的呀？买回来 啊，买回来骑就回来了，钱就回来了，接着拿啊！到了北京，放那18进的院子里边，我得训训这马呀，训训这马，给这马太好了啊！马大，体子背，高8尺，头这里长丈2，你都上不去。哎，我不那么训，我不那么训的，宝贝儿，趴下，趴下，坐人家，坐人家，来来，拜拜。我你说打咱们痞子太那什么呀，就说这马又大又火啊，但是啊天有不测风云这马就附体了，这是不是怎么回事？马你抽搐什么呀？您呢？你说怎么回事？我那马啊，你这被高八尺头这么长的大白马，大白马调查完了淹死了，这马调查完了以后淹死了，调查完了淹死了，你不胡说八道吗？你不信？我不信。这事有人知道吗？谁知道？他就知道。那他又知道？你问问他。我问问你等会儿就行了。那个山哥，山哥，他那个12个媳妇，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媳妇已经不重要了。这个马，马，哎，有一人呀，买了一匹大白马，大白马，这马调查完了以后淹死了。什么？这马调查完了淹死了？调查完了淹死了？你碎糊涂了吧？醒醒，抽自个儿俩嘴巴，醒醒！哎，把车钥匙给我，不是，等会儿，我那大白了。大白马调查完给淹死这事儿你不知道啊？这事儿是您说的？没有吧？有，那解释，大白马调查完了，这有什么可难的呀？您说说，这有什么可难的呀？对不对？好了，大白马吗？啊，小朋友都急了。赶紧说，你都着急，后边也着急呢，你知道吧？你把我淹死吧，你我把你淹死干嘛呀？大白马到超完就淹死吗？怎么回事啊？大白马是哪的，对不对？没错，哪买的？那个哦，我香港的，香港说香港的话，可以香港，花了好多钱，对，大白马，没错，哎，他有钱他就爱选的呀，啊。他这把马牵过来之后，他买马干嘛？他得玩呢，是啊，跟这个马玩，对吧？怎么玩啊？骑呗，玩这游戏啊，在他们家那个公路上啊，叫1万米冲刺，1万米，那跟那可不是吗？胯下有一匹马，送脚一颗子马，这马冲出去了，可就，对不对？啪，这马冲到院门口，砰，打一地震，就停那儿了。多好的马呀！是，你再看这马子呢，你再看您张着上着，哎，大老远一看，畜生骑畜生。下周我在那边。就这二位停在那儿了。可是林涛手条，马骑时间长了，你颠簸呀，尿颠簸。哦，从那马上蹦下来啊！哎呦，我撒尿，他撒尿的，马不撒尿啊？马呢？马虽跑，大人能憋着。哦，哎，人能憋着，憋着。可是马上渴了，找水。你看马，哎呦，哪有水啊？找水喝呀。你喝那干嘛呀？正好那儿晾着一碗茶水，茶碗啊，两碗马上，哇，这儿有水，我得着吧？这个马表情够喝呀！这大马呀，马脸不比人脸，在座各位知道，马脸它长，的鼻子跟嘴很近，是，他拿这嘴够这水，这通一下，这嘴就插茶碗里头了，嘚儿往上一吸，这茶水就上来了，啪一下插在枪脑子里了，转眉蹭一下，这马嘎呀！您这马死的够悲壮的，为什么？太干脆了，枪
思了吧？这么回事儿，你问吧，这就明白了，这就明白，我明白，我问问问，明白这意思啊？他说这哪呀？找水喝啊？这碟子啪一下就杵在茶碗里了，这水腾就上来了，碗没腾就高了，这把嘎嘣一下，我说有这功夫，你摆上奥特曼还行不行？这么死了？我说你听错了，你听错了，我这大白马呀。调查完里头了，连烟带烫死了。调查完里了，整个调查完里了，连烟带烫死了。我问了，说错了，调查完里了，听见了吗？听见了，这怎么回事？解释一下。调查完里了，对，调查完里了，调查完里了，没错啊。你说我着急，我得赶紧知道。是，这着，赶紧祝福我吧啊。祝福我们。不调查完的烟是，他是这样，他这样，怎么他买完这个马呀啊，他喜欢是，他这人呢是叫卖臭显呗哦，哎，他就拉着这马啊，走街串巷的。哎呀，我有大白马，你没有，这就是出去舔去啊，北京话也叫舔去，有面子呀。对，走着，哎，到一人家了啊，到谁家了？就那个后台那个李云飞，哦，到他们家了，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了。这李云飞啊，平常也喜欢什么玩个玩意儿啊，今儿喷个葫芦啊，哎，明天养点小动物啊，他也喜欢这个，爱好。他一看您当来了，哇，兄弟，老没见呢，长个了，这个你接着说吧。啊，他是骂人家，你知道吗？爱骂人家，把他哟，你怎么又骑马来了？啊，一眼就看上这大白马了，看见他了。他这大白马可好啊，一身的黑毛啊，一根白都没有。不是，啊，不是大白马，一身黑毛，外号叫大白马，这大黑马，这外号，哎，就一看上了。李老师年长几岁，人家心眼多多呀，他是挺快，看着东西不能放过，嗯，就知道这孩子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对，对不对？你看，我这好东西，我给你看看，嗯，就打着嘎着窝下了，砰，掏出葫芦，哇，这葫芦特别的，啊，哪儿的呀？沙河流的，哦，这人啊姓沙，叫河流。你看，我没看见，沙河一老头姓刘，就一刘老头啊，对，人做的葫芦，哎，拿过去一看，哇，上面雕的是安天会的，哇，齐天大圣闹天宫啊。这故事，紫檀的口，象牙的嘴子，啊，相当的漂亮。没错，把这盖拧开了，里头的铜板，拿出来之后，上面趴着一只，头是得高，蹄是得高八尺，头是得长上二，一大罐子。哎呦，那马，那是马，那是马，那个就反正没多大，就这么大一罐子。对，淡青碧绿，就跟翡翠雕的似的。哇，牙大嘴儿棒，大翅膀展着，一叫唤滋啦滋啦，跟装修似的。这了不起！他一看，嚯，这么好一玩意儿，这也得归我呀！你们说这不能给你，不要，我买，多少钱？我买，你开玩笑啊，买！我说我不卖，我多少钱我都不卖，我就问你那大白马，大白马怎么办啊？这甭着急，我跟你说，这喜欢吗？喜欢这。你别说，你拿这个大白马给我换了，咱俩趁着一下，哎，这完了，换了，哎，就完了。他这人换没这马，我在上面哪儿买去？我在香港买去。是，我去啊，我给他去。我说这个，我说这个蝈蝈拿走啊，行吧。这李云飞就把马牵走了，马牵，他把马牵走了啊。这蝈蝈呢，他就揣走了啊。可是林涛，我刚才说了，他这爱臭显子呀，是对不对啊？他不回家，拿这蝈蝈，拿这葫芦。哪儿人多去哪儿，西单呀，王府井啊，茶馆酒菜啊，哪儿人多的去哪儿。哦，找一大茶馆，为了显摆这蝈蝈啊，举着进去了，哦，没蝈蝈，蝈蝈从眼前就飘过去了。个儿看不见人，哎，个儿也不够，对吧？到那儿没人看，没人买得上，小心眼看呢，哟，我这弄一蝈蝈怎么不行啊？这蝈蝈，哎呀，这急死我，这没人看，我拿出来吧。哦，噌。他把蝈蝈拿出来了啊，就是那个铜胆，你可听明白了？蝈蝈人在上面趴着呢。是，哎，你叫唤，你一叫唤，大伙不就看见了吗？啊，这蝈蝈啊，外边热，屋里凉。哦，这么一折腾，嗯，这蝈蝈就不爱叫唤了。不叫唤，你这声他着急了，你叫啊，噗噗这么一吹，噗噗这两口气儿下去，蝈蝈害怕了，蝈蝈气得哟，怎么个情况？我垫不垫腰，啪一下就蹦起来了，啪一下起来了，这蝈蝈蹦起来了啊。他得往下落，是正好旁边那位刚沏大碗茶，这水咕嘟嘟能冒出盖儿，怎么能没错？这锅锅扑通，他给他掉这茶碗里，这像龙哥用的够形象。对呀，这扑通掉茶碗，这水热的，这锅锅跟那大白马一样，嘎，应该。
怎么回事？妈，你听我说，不马上到这儿了吗？这锅锅他不调查完那个烫死就没法撂了，对不对？这是从死亡不幸，对吧？哎，这锅锅死了，他拿那锅锅换了个大白马，那个大白马让李云飞给牵走了，牵走不是要不回来了吗？锅锅在里边烫死了，他大白马回不来了，不就如同他这大白马调查完给烫死了吗？我好家伙，你这还是别让师傅打开了。太大了，那头跟广明阁剧场那么大，哇，那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哎呦，俩靴子跟电线杆子似的，怪物，好家伙，那身子拉出来一看，是四节火车那么长，哎呦，我顺着马上往北京转，你等会儿，先别转，我说你这又是胡说八道，你不信？我不信，这事有人知道？谁知道？他知道，我知道，真的，我问问你，不，等我俩，快，还问出快感来了，快。这蛐蛐哪个广明阁剧场那么大？是眼睛探照灯似的，没错。俩蛐子跟电杆子似的，对，拿下双脑袋往外一顿，身子十四列火车那么长，是不？没错，不一样。胡说八道，哪儿有这事儿啊？哪儿有这事儿？他说的，他说他说怎么？我说的，你说的也没有啊？那你把钥匙给我，把钥匙给我，你给人家没带我？哎，你说。李老师，你会开车吗？会开。车归你了。干嘛呀？咱找人聊天去。不聊了。